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远景正在盘查一台车辆。原来这名男子酒后起了代驾，但又觉得代驾没有将车辆停好，自己又开车移动。虽然只有移动一小段距离，但驾驶的行为仍被警方盯上拦查。带您看段当时的情况。哎，麻烦往里面吹气，跟你喊停在停，你要喊住这个吹嘴。事发就在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四段，男子由于喝酒请代驾，却自己移车，被警方查获，一测酒精浓度高达0.78。带您听段访问。陈明遭拦查的时候，虽然表示他是有请代驾，但是因为代驾没有把车子停好，所以他自己亲自又驾车来移动车辆。虽然这个距离不长，但是呢，无论远近。只要有饮酒的情形，就是不能开车。男子的行为涉嫌公共危险罪，被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警方也依道路交通管理条例，对同车的两名乘客开罚6000元到15000元罚锾。